有朋自远方来呀。谁啊？找了我十几年的人。寨主？天下第一大派。上林天空？你做什么？跑路呀。跑不了了，既然他们出现了，应该把这里包围了。那就打。哦，你打得过谁呀？暂时师傅打。哎，师傅不拿剑了。那怎么办？等。师傅呀，上林天宫为什么抓你啊？因为我拿了他们一件宝贝。君子曰，不吃眼前亏。要不还给人家道个歉？没了，给你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练的那门武功就是啊。已经烧了，只有你记得，所以你现在就是那件宝贝。一会儿你自己跑。师父，你这是要为了我牺牲自己吗？你不是一直念叨着要去学宫做君子吗？等你学有所成，再来救我。万一他们先将你扒了皮怎么办？杏花寒露团香雪，绿杨陌上多离别。这坛酒是我初来时所埋，今日送你了。多年未见，有长进。白龙，白鹤。参见谢楼主。楼主，师傅，你啊，哎呀，师傅就是那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三楼掌舵之人，雾雨楼谢看花。师傅，早知道你能打过他们，我就不用演了。白衣，不要高兴，他们二人精通幻术，为师根本就没有重伤到他们。啊，他们就是用这幻术跟踪你来的。啊，雾里看花，花非花，花丛散雾，雾非雾，这就是雾里看花。雾里看花，你们还不配。这酒不是送给我的吗？我怕我不喝会被我面前这位挚友给抢啊，是吧？赫连喜悦。